是我作茧自缚，是我爱得太蠢太过天真，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英文。这大长腿看完你会打几分？慢慢体会黑夜孤独，再找不到任何理由。腿长了不起呀。老板，我要请假。嗯，又请假干嘛？明天我爸过生日，我想回家陪他吃个饭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我没事了。只有100块钱，这张卡给你，去给你爸买点礼物。老板，你不会又要从我工资里面扣吧？不会，但是你要告诉你爸，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。那肯定的，我爸一定会为我有你这么一个好的领导而感到欣慰的。那我走了。咋了？你要是再努力一点的话，明年你也能当爸爸。当爸爸？嗯。啥意思啊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走吧。哎，说话说一半真烦人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小姐姐在古代适合做什么工作？倘若等到那一天，和你再续写前缘，再次重逢草原的笑点。你把钥匙放在我锁前，细声对我说一句抱歉。你对我说的那一句爱你，还一直回荡在耳边。你太善良，你太美丽，我讨厌想你的自己，不写字。当风吹来夏天的雨，秋天的月。哎，老师，这个新爸爸好像很火哎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新爸爸巴鲁比拉，巴内亚那玛尼拉，巴扎古巴鲁比拉，阿那耶莫波鲁比拉。新爸爸巴鲁比拉，巴内亚那。你为什么不是我女朋友的错啊？她化了妆，我没有化成会好看。我唯独传授学问，都不曾伤身。原来这老人上仙如凡尘，太上老君奉献本尊，带我走天门。In pretty, I know you so well, so well。当我让南方闺蜜围个围裙，不是那位美女啊，哎，见我们。
你搁那干啥呢？扫地呀、啊。扫地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不是你搁家扫地穿这一身啊？你是刚搁哪个迪吧回来吧？你这是打扫卫生不应该围围裙呢？围围裙。嗯。我知道，那你等我。啥？等你啥？啥呀？不是这人怎么话老说一半呢？大姐，你干啥呢？化妆。我去化妆来了。月月，是这个围裙吗？Oh shit, my bitches, you ready? Come on. 不是大姐，你这玩意儿能播吗？能整点能播的不？这不是挺好看的吗？这个围裙、啊。不是这啥呀？这是啊。小围裙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让你拿的围裙，你这是啥？这是肚兜啊？这是啊？这是围裙，多可爱的小围裙呀、啊！我这辈子没这么要的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别给我骚了骚了的啊！有没有大神告诉我这几个毛毛到底要怎么压下来？为什么他们那么有想法？我真的完美的造型就毁在了这几根头发上面。今天要是不还钱，我就把你抓回去做姨太太。啊，那行，那行。哎，美女美女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没有的话，你介不介意找一个？我要是有呢？有的话，那你介不介意换一个？我不想换。不换的话，那你介不介意多一个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？有啊，有职业病。什么职业的？流氓，流氓。有很多男人说年纪大了找不到老婆，就找一个二婚的凑合凑合。你快醒醒吧，人家要是愿意凑合，人家就不会离婚了，人家凭什么和你凑合呀？二婚的女人不是你想娶就能娶的，那眼睛里啊不如沙子，毕竟上过一次当了。路灯下的小姐姐你爱了吗？